桂林的一选区立委，国民党丁学忠是险险赢过民进党的苏智芬。苏智芬伫个面前表示讲，伊人生的选战是已经拍完，感谢大家的疼惜甲陪伴。伫第二选区是由民进党立委刘建国五连霸，嘛强调讲伊未来的服务未分分林的山线，也是海线。十四号一下仔，无因售票限定，桂林第二选区山线立委。由现任民进党籍刘建国顺利连任，全区高雄订票数拢赢过新手国民党籍邱良月，以差36,700多票胜出。进入未来，不管是桂林的山线、海线，拢会骨力争取建设服务。哪一个任期里面，我们就是没有分区的去做争取啊，去做这样的服务，所以对我而言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区域的限制哈，因为云林县民都是必须我要。照顾的，我必须要努力的去做服务的对象。这五年第一选区的海选立委，由国民党籍派出现任的副委员长丁学忠，以30多票差打败民进党籍的现任立委苏智芬。苏智芬昨晚并无出兵，就第一名车打文新而败选，表示人生的选战拍完啦。感谢大家扶持和疼惜。最主要原因就是讲吼，因蓝白在总统的选举他们没有和，但是在云林县的立委选举确实是蓝白合，确实是蓝白合。这个哈，这样的策略哈，选战策略其实是和选民和错乱了。结合大家力量共同，咱来赢到这些立委，所以学长未来要来给各位服务，我嘛会给恁分进党。丁学忠当年副委长，并在桂林南洋丢脸币加少系统支援下，桂林海线副委长的大票村大赢苏智芬9,000多票，成为胜选的关键。至于桂林县长赵立新就讲，桂林区的立委由蓝绿分别起来一席，还佫加上不分区的立委，桂林后一届有50立委，期待立委的服务无分党派，为地方来争取建设，继续让桂林报道。